多叶子，它是从那个地方往上飞吗？那你少一个叶片也能飞？哦，好问题。搞不好三个可以飞了。飞看啊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真的，三个都飞不起来啊。除非是八个马达的就可以，断了一个，断了两个，还有勉强可以飞。这个是完全不行。那请问这次损伤的只有叶片吗？看起来是哦。